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德，这是迟来的9月份手游营收排行。惯例简单给第一次看的观众说明一下，主要列出的都是频道曾经介绍过的手游，如果低于可参考值就会直接删除。那就开始吧。每个月都会有好几款默默的消失在榜单上，更是有好多款不知道能不能撑完一年。有些买量手游的营收乍看起来很高，但实际收益也被大量的行销费吃光了，更不用期待之后能开发出什么样的作品。割韭菜的不断反复换皮重生，而最终屹立不摇的还是那几款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明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